是花朵，笑着太阳，我们是未来，充满希望，学习中文，传播文化。我在语文学校学习，老师教我们说汉语，写汉字，读儿歌，画画。我喜欢学中文，太棒了。汉语，写汉字，读儿歌。
喜欢习中文。思彤，下课了，休息会儿吧。我们的教室和日校有什么不同？你在日校是什么样的？要讲中文，可是呢，在英文的学校，我们要说英文。这里是超级大，还有在 7 a.m. to 2:20 p.m. 下课。你的日校是哪里？日校是什么？就是每天去的学校。是马古尔嘎。对。你喜欢那里吗？和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比这个学校大些。还有呢？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去。太棒了，时间不同，是不是？这里呢？我每个星期六去，我去了Gregor五天，这里一天去。在这里有跳舞，还有什么？英文学校有。还有跳舞课，是不是？好，非常好。日校是哎呀，这个就非常大。这个小的地方有很多同学，还有什么呢？有一个风手。哦，很棒。你的日校在什么学校？我的学小，而这个学校很大。我在那 Gregor 学校，这个是 Chinese 学校，这里有 Aiden 和那 Gregor 也有 Aiden。啊，你们是好朋友。Me。One Queen State School。那你和这里有什么不同？
我们讲中文。都不讲中文。那这里呢？我们都没有玩 games。这里都没玩 games。还是学校没有玩。在学校我们有玩 games。这里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学校很大个，在我的Uncle State School 很大。更喜欢中文学校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去，不要待在这里那么久。要走到中英文学校，然后要提前走，因为八点四十五分上课，然后我们要去，还要我们自己走到教室，跟爸爸妈妈送我们，然后。爸爸妈妈带我们再走下去，不行，有很大的黑山。McGregor 学校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喜欢这个学校，因为很多人，因为我们要玩很多。玩的地方不多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哈利肯吧。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，你在我生命中。